哇，大家早晨好，我们又要出发了。现在是周二早晨的凌晨几点？4:02。我是乐巴巴。乐巴巴在这儿。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发现李丽还没睡呢。好，出发。到了 parking， 然后parking lot 还没开，我们被警察叔叔给拦下来了。我们只好找一个别的地方 park 了。那个是第二辆人来。哎呀，太尴尬了，真的是。我正在搬运那个矿呢，然后被警察叔叔给直接当地逮捕。先停滴滴，然后卸板。装备了，然后现在正在往大海走去。我走向大海的方向。冲浪小队入个境。冲浪小队。Eve， 这是冰冰和 Danny。Sup。Sup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就是大家要是冲日出浪的话，一定不要卡着 sunrise 的时间来，要赶 first light 的时间来，因为 first light 以后就太阳就是已经很亮了。然后这就是我们步向大海，太酷了 ，Let's go！ 看一下，这一波一波的大力了，哇，这波好大呀、啊！歇会儿，歇会儿。现在我们是中途上岸的第一次休息。高姐今天冲的怎么样？啊，而且今天的流好像就是蛮有点像侧面飞的那种。对，今天的流比较往左边跑，哇！但是这块天空之镜的感觉好美，感觉就走在盐湖。退潮以后，这个海还向好
好，我们上岸补充一下体力，准备再战。现在是6:45，准备冲到8点开车回家搬砖上班。今天冲的怎么样呀？今天浪特别好，今天浪比上次的浪还好，因为今天浪的平整很多了，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冲到一个令自己很满意的浪，所以还是要待会儿下去，还是要再好好练一下的。OK， 待会儿见。现在浪特别好，这有段时间浪都很烫，没有什么浪风，都没有那么冲起来。现在感觉浪风刚刚起来，刚刚开始好玩的时候。但是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回去搬砖了。真的太惨了，为什么要搬砖？看一下今天下午有没有体力再来一波夕阳了。好了，我们也走了，下次再见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乐巴巴，我又回来了。经过8小时上班搬砖，艰苦卓绝的8小时搬砖以后，然后我现在又回到了 Nahan Beach。这个应该是我冲过最 intense 的浪，就是一天之中既冲夕阳浪，又冲朝阳浪。还是有不少人在冲浪的，没有早上那么多。今天早上简直就是 Nahan 的冲浪节，我觉得太多人了。今天早上3:40起的，然后4点出门，然后5点到海边，冲到了8点，然后8点回去上班，回到家9点，然后下午5点出来，再回到海滩，现在是6点，然后一回到海滩一点也不困了，就准备精力充沛的去挑战大海，去 catch the wave。刚刚那个太爽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刚刚那个浪是我这辈子冲浪以来冲到最爽的一个了。 Oh no， 来了。刚才那个浪感觉今天一天的辛苦都是值得的，反正冲完浪他就回家了。对，感觉得压胸，感觉还是挺胖的，这个浪，浪风太小了。哎呀，但是哪看的这种浪形太美了，是吧？特别漂亮，我靠！这种大自然的美感，大海的美。
今天感觉太爽了，今天感觉掌握了前任的回转。什么叫回转呢？就是我跟前任起跳，然后走上浪壁，然后从浪壁再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接换回后任，就是一次浪里面前任和后任都存在，好爽，就是转来转去的效果。哎呀，太开心了，浪好就是好练呀。像刚刚那个浪，我一冲了一下就大了。因为刚刚那个浪我一看，就那种浪是 cross out， 就两边一下就全白浪了。然后那种浪就没有什么再值得留恋的了，还不如赶紧下来然后游回渔网区。因为那种浪要你一直冲的话，你就会一路被冲到岸边，然后再这样转来。今天这个扎实的一天我们就要这么结束了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冲浪以来特别好，不仅仅是比较轻，然后感觉到带来这种热情，冲浪这个群体给大家都好热情，而且今天还学到了新的技术，哈哈。好了，再冲之后一两个回家浪我就走了。OK，冲到天黑，从天黑冲到天黑，啊，太美了，扎实的一天。我们8月18号冲浪之旅圆满结束。对了，来对了吗？有点后悔吧。Everybody 后悔吧。涨了好太多了，而且还有这个景色，这个景色太美了。谢谢。啊。